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。34所占地面积600多亩，现有在岗职工近1000人，资产规模近20亿元，还是参与国家860赛计划项目、神舟系列飞船、嫦娥工程等国家重大建设任务，为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设有广西院士工作站等多个省级科研开发平台，是我国电工合金、薄膜成套装备、绝缘材料重要的研发和生产基地。除了我们提到的迁入广西的六个优秀企业之外，你知道广西还有哪些从其他城市迁入的优秀企业吗？